Hello，大家好，兄弟们，咱们也简简单单吃个羊头，把各家的秘制蘸料交给。哇，开始。麻辣虾怪，哇！现在的虾怪能达到七八分肥。它没有十月份那样在那儿肥啊，这个炒断了，这个太可惜了，很大。然后你要想吃在那儿肥，你就等十月份以后。你看看那大钳子老大了。钱老大了。
大牛排，自个儿卤的，天天，哎，看这黄标，哎呦去，哎呦去，这玩意儿你说整这么干干什么玩意儿呢？拐不上来。嗯，老话老个咸的，哎呀，哎呀。吃一个不吱声。天老了。香辣大肠，嘎嘎好吃，我馋了好久的。看，全部都是空心无油的。看这边，特别的干净。空气炸锅给它烤了25分钟。嗯，绝了。又脆又辣丝。我吃的微辣的。一包里边，我这个是两根，它重量量一包是250克的。太香了。研究不出来。
嗯，啊，真香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大彪，今天要吐酸水水。
大哥能否挑战这苦成功？可以跳羊了，你们翻过来，对，拿这个，对，那里也插进去，插哪？那拿一个就可以，大哥，这里，对，这个压住，这个往下按，对，就这个动作，啊，再来一下，羊脑还没开，啊，开了，还有羊眼睛，吃完就没有了。两个可以再掰一下。没了吧？把这个掰开，中间有个脆骨。中间还有个脆骨。没有了，恭喜大哥打卡成功，3分17秒，挺快啊！羊头吃的怎么样？非常棒，感谢顾客见证。
长腿继续，大米咬到了，看，我感觉有黄的它就没有大米，有大米的它就没黄，很奇怪，就是公母之分吗？哎，它还是有黄，不懂，很少吃啊，不懂啥结构。站着吃很过瘾，就他的嘴巴。开盲盒喽。有大米的几率很小。大家好，兄弟们，咱们的八哥的羊头又来了，八哥加秘制蘸料交给。哇，开始。
黑芝麻盖杯。小哥，您从哪来呀？甘肃的。专门来打海洋头是吗？对对对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回打算几分钟吃完的？五分钟以内吧。五分钟以内，行。信心有点欠缺的，赶紧小料点浇上了啊！开始吧，哥哥。计时也开始了，五分钟打卡。把这羊脑敲开，这两个脆骨啊，对，有点下牙，把这羊脑敲开。不是，抓骨头。羊脑，擦那眼里。恭喜赛哥打卡成功啊，用时2分43秒啊，反正挺谦虚，就5分钟之内。味道如何呀，帅哥？味道如何？感谢您的认可啊。ini kayaknya sayang kalau kita buang tadi ya.
bagian sini juga masih ada ini teman-teman. Aduh, nggak mau kecabut ya. Alhamdulillah nih. Hong shao zhu jiao.瘦肉，燕依依家的红烧调味酱，喜欢红烧又不会做的可以去拍一单，一包料就不用放别的了，你们可以点开链接去看一下。瘦肉，卤肉两包，每次肉没缺席过。刚出锅的大羊头，开炫！啊，好烫啊！麻辣羊头，
太过瘾了。羊脑，这羊舌头一会儿给我媳妇留着。看你大眼睛。太香了，大口鹅，这咋整？整的我这直皱眉毛。哎呦我去，嚯！哎呦我去，嚯！浓浓的肉汁，哎。哎呀，大伙儿中午造饱了。看钱没有？您爸能喝一杯酒。那你提着秃噜给几口造没了。我这几口一般半斤肉就下去了。啊，这玩意儿真香！自己做的麻辣鸡腿。